Everybody knows it's the Teacup Show。我好幸运哦，有像你这样相同兴趣的好朋友。对啊，好朋友最棒了，哈哈哈哈。怎么了？Teacup， 我想我们来了一位意外的访客。哦，天哪，我最爱意外的访客了呀！一定有惊喜，你好，请问你是谁？我的名字是 Roy， 你是谁呢？我是 Teacup， 这个是我全宇宙最好的朋友 Noodle。Hello。哇，你是什么样的外星人啊？我是光谱外星人，我可以控制光的波长，变出彩虹里所有的颜色。等等，所以你可以把这里变成红色？没错，你答对了！哇，超厉害的！哇，好漂亮哦！太神奇了吧！那可以变成我身上的颜色吗？把这里变成黄色跟桃红色。听起来不错哦。哈哈，我可以在这里隐形，你们都看不见我。咦 ，Teacup 在哪里？我在这里。奇怪，在哪？我换位置了。啊！骗到你了。算你厉害。颜色真的好有趣哦，让我想要来跳舞了。Okay, everybody, this is a dance song.So, if you feel up for it today, get up and dance! Red, orange, yellow.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indigo, and violet. Red, orange, yellow.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indigo, and violet.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Get on the floor.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Colors galore.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Get on the floor.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Colors galore. Red, orange, yellow, like Mars and crabs and yellow stars. Red, orange, yellow, like fire and gold and sunflowers. Green, blue, indigo, like trees and seas and tapestries. Green, blue, indigo, like grass and sky and blueberries. And violet, of course, the purple list of colors. Think grapes and eggplants and sunset in the summer. Add them all up, they are the sun. A visible light, it's a spectrum. Then there's radio waves, microwaves, infrared, X-ray, gamma rays.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Get on the floor.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Colors galore.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Get on the floor. It's a spectrum, everybody, it's a spectrum. Colors galore. Light makes colors. Light makes colors. Light orange yellow makes colors. Orange yellow. Light blue indigo makes colors.颜色都变得好奇怪哦。对，但我还蛮喜欢的。如果所有颜色都变了，那牛奶是什么颜色啊？哦，天哪，紫色的牛奶。
不要喝吧，喝喝看。哦，不不不不不，哦，喝起来是什么味道？一点点甜，一点点咸，冰冰凉凉的，所以喝起来就像牛奶。对，差不多吧。你们两个真有趣。嘿，那么 Roy， 我很好奇，光谱外星人到底是怎么控制颜色的？这个吗？你看到的那些颜色，其实就是光反射在不同材料上。哦，所以颜色就是光线的反射咯。没错，然后当没有光的时候，就没有颜色。哇，等等，大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Teacup， 但我好怕黑哦。我也怕黑。哦不，我们该怎么办？ Roy， 快把颜色变回来，把所有的颜色都变回来。哦，哈哈哈哈，这才像话嘛。哈哈哈哈，刚刚太炫了 Roy， 你还能变出其他颜色吗？你们还没见识过电磁波谱里面看不到的光呢。看不到的光？没错，举个例，还记得红色吗？当然，这很简单。好哦，那你知道频率低于红色的光波是什么吗？红外线。哦，哇，红外线真的很厉害耶。是啊，不错吧？哪里哪里，到处都是啊 ，Teacup。等等，为什么我看不到？哦，抱歉 ，Teacup， 我忘记人类是看不到红外线的，它是看不到的光。啊，它是看不到的，可是我也想看你们看到什么。哇，刚刚那个好酷，我没看到。还是来看看更特别的光波，像是。微波哦，要要要要要要要，好吧。哦，哈哈，微波酷毙了！微波真是俏皮可爱，对吧？哦，对啊，我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啊。哦 ，Teacup， 是我的错，微波对你也是看不到的光。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你还记得紫色吗？哦，当然，我喜欢紫色。但如果再高一点的频率，你就会得到紫外线。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嘿，紫外线好激人哦。没错吧？各位，我看不到，我爱死紫外线，这绝对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你看，它从墙上反射下来。够了！啊，你们都自己玩，看着那些特别的光波，哈哈大笑。但我都看不到，不公平！哼我现在对 Noodle 超级生气的。你想要做一下呼吸练习吗？我不要。 Noodle 本来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什么事情都会一起做，他怎么可以丢下我自己玩得那么开心？你一定很生气 Teacup。 没错，我好生气。生气没有错，每个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听听符合你心情的音乐好吗？嗯，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要不要试试看用手刀切空气？用力切右边的空气，再用力切左边的，上面用力切，下面用力切。往左前方，再往右前方。现在试试看踢踢脚，踢踢左边，踢踢右边。现在一边用力切，一边踢踢脚。哇，我感觉好多了。太好了 ，Teacup。记住，你可以生气，然后跟着音乐做一些手刀练习，但不要对着人做。嗯，做完我气都消了，谢谢佳吉佳。啊 ，Hi Noodle。哦 ，Hi Teacup， 我很想你啊。哦，我也想你啊。我刚刚对你很生气，但我做了手刀练习，现在感觉好多了。
哦，太好了 ，Teacup， 真希望我能一起做，可惜我没有手。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们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哦 ，Teacup， 我希望你也能够看到紫外线。我也是，但紫外线是我看不到的范围。等等，我有个好办法。首先，我们要关掉所有光源。等一下。怎么又来了？接着，我要用不同的紫外线光，让你们看到荧光色。哇，超酷的！嘿 ，Teacup， 这些绝对是我现在最喜欢的颜色。我也是 Noodle， 我也是。啊 ，Hello， 有一个小小的提醒给大家：太阳里面就有紫外线，晒太多会受伤。人类是不能随便照到紫外线的哦。